Hello，现在能看清楚我了吗？现在没有马赛克了吧？我找人开了我的房间，所以我现在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好胖，我越来越胖，明明已经那么克制我的食量，我现在吃的量是我以前的四分之一。把重庆食堂吃垮的可不是我呀！看我的痘，我难得长一次痘，我觉得应该留下这个纪念，痛死我！我真的很难得长一次痘痘，我这辈子。我青春期的时候经常长痘，青春期的时候长痘长到被我妈抓去喝中药，喝好了。但是后来就很难长痘了。怎么办呀？我的痘怎么办？我头发怎么办？哎呀，这个世界我怎么办？我可能十几号的时候会回去一趟，回去领毕业证，开心吗？各位，你咋有的毕业了？把那些事儿稍微给办一下，可能有可能就能领毕业证，几率还是很大的。毕业照片他们好像已经拍完了，他们是，哦不，他们10号拍毕业照，这10号冬至公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两个证都能拿到。假如说只能拿一个证的话，你觉得我拿哪个证好一点？觉得我今儿没那么好看。今天为什么没那么好看？是我长的问题还是我化妆的问题？学位证是什么吗？就证明我是学士学位吗？我以前看着自己都会觉得好看，我今天看着自己没有觉得，没有那种哇，好好看啊这种感觉。
着头发，我去拿个发圈。你等我。舒淇的那位，发圈，我的发圈在哪去了？在张妹会，在张木会房间，也这里还好，我存了发圈照。夏天开始了，我今天真的好肿，我怎么那么肿啊？感觉你看到没有？感觉眼睛这儿都是肿的。我不开心。我小姨妈这就有一个痣，我现在看我自己好像小姨妈，真的跟我小姨妈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我小时候那个照片，拉着我，就那个摆这个样子的时候，你们说那是我妈妈，那其实是我小姨妈。我现在真的跟我小姨妈长得一模一样，我小姨妈这个痣的改位置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我妈的照片你们不是也有吗？我妈也很好看。好喜欢看你们这种着急的样子。我要摸它了，我要摸它了，哎，你看我摸它了哟。嗯，好好笑啊你。你看我要摸它了哟，你看我要动手摸它们了哟。不会留疤了吧？一颗痘怎么会留疤？我小时候发水痘都没留疤。小时候发水，我小时候还发过荨麻疹，一身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痒死了。这就是被我抠的，我还反复抠了，我记得我昨晚就睡觉。就结痂了，结了个痂。
瘫坐。好了，不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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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这儿有一颗，你们看不见，因为我没抠它。哎，这个豆去哪儿了？在这哦，不是这儿，在这儿。哇，这里很疼，这又要发一颗豆了。天呐，不会跟我那年一样吧？可能又要回中药了。这里很疼，又要发痘了。看来是时候得我妈来京城一趟了。辛普森的睡衣，我没有辛普森的睡衣啊。换首歌给你们听。现在在想要不要买一个床，但是一想，有床就睡，不要要求太多，而且床也很难装，买的时候是爽，装的时候就哭天喊地了，所以我放弃了买床的想法。哼，修来修去，修来修去，修来修去，我对你是给你们听，我最近喜欢看的。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t's meant to be broken. Sometimes we long for the unspoken. We try to avoid every commotion by showing hardly any emotion. Sometimes it seems we're at the wrong station, looking for a deadly combination.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magination, looking for all these cheap sensations. 它有翻译的，它有那个中文翻译。但是他们都是欧洲的。没有，我听英文歌，我喜欢看着翻译听。我听歌喜欢听懂意思。演播听的节目11号出炉。我好喜欢这个小姐姐的声音，就那种烟嗓，也不是烟嗓，就是，哎，不知道怎么说，颗粒感。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姐姐。但这个小姐姐没进决赛，他们说是因为舞美的问题。但是这个小姐姐这首歌 MV 巨好看，再给你们听一首歌。我最近听歌风就是听歌的感觉有点变，你们觉得吗？但是其实我听来听去就听那些歌，这段时间喜欢听这种歌，那段时间喜欢听那种歌。这是我初中那时候喜欢听的歌，这是俄罗斯的歌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手，他们的歌都好叛逆哦。我刘海好长，再给你们听。反正我视力也不好。天使传说这首歌有中文版吗？我都不知道有这首歌中文版，我查一下。天使城是什么呀？感觉好老喽。歌名是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为什么换歌？不想听这首歌吗？你们都喜欢听安静的歌吗？那给你们听一首更吵的吧。哇，这首歌也是我初中那会儿巨喜欢，从初中听到高中。这 MV 也巨好看，想不到我还会喜欢听这种歌吧？可能大家都以为我只喜欢听抒情的歌。我很喜欢这个歌手，就这个乐队，这个乐队这个歌手，以前看他演过的戏，他在戏里面跟现就是在 MV 里面舞台上完全两种感觉。
造句了。棒棒棒。就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喜欢看着歌词，就很叛逆。这首歌名字叫做 Make Me Wanna Die， 让我想死。待会再给你们听一首我喜欢听的歌。我听歌可能，我很看重歌词，这里面有一句歌词让我特别特别喜欢，老是想着，我就会一直听歌词。然后从这句歌词里面去揣测这个作者当时写这首歌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心情或者是想法，就想要从这首歌里面找一个故事，就从这个作者想要创造这个故事。我性格很叛逆吗？我不啊，我的性格很乖啊，应该不是吗？我难道不是很乖的类型吗？为什么很叛逆？不叛逆啊！我不叛逆啊，我哪叛逆了？这是我听那个《暮光之》看《暮光之城》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剪辑的剧，你知道吗？就是剪辑的剧，你们知道什么什么？就是哎呀，你们懂吗？你们懂我好不好？我感觉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是你们懂吗？就是剪辑的剧，不是 cut， 不是，哎呀，就是不是个人 cut， 哎呀，哎，为什么？就是，哎呀，你们为什么不懂我呀？你们不是喜欢我吗？你们为什么不懂我？不是。不是，对，泛制剧就是可能它是这个电视里面的，就是电视电影里面是这种情节，但是它会截取里面的镜头，然后去和另一个电视剧去剪成另外的一种，就可能三分钟这样子一个短剧，这种感觉。我昨天晚上看到好久，看这种三分钟一个的小短剧，看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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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看完之后，它有一个链接关联的另一个，然后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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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就很带感，真的很带感，超带感。对，特别以前，不说了，不说了。
就是给这就是假如说两个剧里面的人物，然后抛开他们这个剧里面其他的情节也好什么也好，然后自己脑子里再给他脑补一个剧，然后再把这些镜头拼凑剪成自己的一个小短剧，哇，超带感。三千白狐是什么？我以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看，就是我不喜欢看九州华讯影，我是怎么知道华讯影这部剧的呢？就是看他们剪辑的无数版的那个杯中雪，就是清九九和宫一飞他们的那个 cut， 就是他们做那个同人剧，然后哇，每天看，看完之后就哇不行，那么虐的吗？我就去买书看，然后就哇每天看，太虐了，我看那种东西我都会看哭，你知道吗？我喜欢有剧情的东西，但是可能因为我看剧会特别的仔细，因为特别是可能自己接触表演之后，看剧的话会特别关注和在意这个人对这个反应或者是这个事物的一些情感表达和表情上的一些变化，就老是要拉回去看，所以我追剧很累。我追剧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所以很喜欢看这种小短剧。哎呀，哼，没有一个舒服的方式让我躺着。我长痘了，我刘海变多了是因为往后把货往前剪了。而且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就是看人家的这种剧的时候还看到了自己的，你们懂这种感觉吗？你们懂吗？你们不懂。但是他们还好弄的就是那种就是各种乱剪，你知道吗？主要是看完这个之后他跳出来另一个，看完这个就是看完另一个之后他再跳出来另一个，就一直看。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看完了。告诉你们，就主要是自己看的还挺入戏，你们知道吗？就是到后面就根本不会在意说啊，这个人是我，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脸是不是我了。诶，我的歌为什么不放了？
然后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说，但是很奇妙，就是看，就是给你做这个视频，就是做这个视频的这个人，或者是说这个博主也好，什么，哎，我不知道，我不懂你们怎么叫，什么主，就是这个账号的主人，然后就是有一些关联或者怎么，看他居然做过我以前喜欢的偶像的那种东西，就觉得很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对 UP 主就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我跟你说，还有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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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的一个点是，我来这里之前可能下载进我的 MP5 里面的，我不知道是那个人做的，还是说那个人只是存到了他的那，就是以那个发了。因为我是来这之前，因为我以前的 MP5 就没有联网嘛，就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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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视频，就是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拉梁视频是什么？我以前那 MP5 应该还在吧，应该在家里面。我说我里面可多了，分了很多。我喜欢看人家打歌现场的，就是各种新歌，各种打歌现场，每一个都会有。那个时候是买了一个32G 的内存卡，存了全部都是这种人家的什么新歌、新舞、新 MV， 然后各种电影，然后像这种。剧情版 MV， 或者是说，然后就泛制版，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可能以前喜欢的那种剧情像。